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宇。听歌还是李宇？火锅还是海鲜？火锅。看到你的蜜蜂。哎。我们美吗？来。还来深圳吗？来。以后出门之前吹不吹单头发？吹。一定要吹单，不然会感冒。谢谢。我想跟你玩个游戏。啊。如果说我们食堂点的火鱼的话，你可不可以发一张自拍，然后给我们鼓励？你让我去什么？我去什么？我去剪刀哈，我去剪刀。真的要是剪刀？对对对。石头剪刀布。啊！我输了。啊！我会记得发自拍的。你们的提问都把我推向明天的头条。不管是什么性格了，他一定要非常的爱我就好了。我也爱你们，刚刚有点。你在哪里？请跟我联络。我在这里啊，给你们么么哒。